我不明白，男子为了自己的前途筹谋，就是胸有大志；我为自己的前途筹谋，有何可耻啊？贵妃娘口谕：双秋烟、宋英百操牌匾一块，为夫守节，为族增光。你明知道克死你儿子的不是我，你却要我殉葬，逼我出家。 为了全家，这样他再苦一苦吧。我若是不抓住这个机会，将来这一辈子都将被困在雕龙画栋的府邸，跟成群的妻妾终日争宠下面养人鼻息。可凭什么女子就如浮萍般轻贱？懂得了你，只有先强大自己，才能改变规则。这个局，我得自己破。 若我替秋家追回这3000两，从今往后婚姻大事由我自己做主。他们想让我乖乖顺从，除非我死了。那如果留活下去，让你自己选择，你想做什么？大千世界，我要去寻我的故事。可我的心就好像跟着淑女的行迷一同，破凶案，查真相。 除鬼魅，安社稷，再也没有什么东。